可以啊，可是会打到他。这个还要低，我歪了。排球啊，他刚刚站住直哎，怎么罚？那你今天晚上要去吃饭？对啊。还不来，这个明明就练他想要练的东西。他会啊，他那时候Kingsbury这颗这种球路得了不知道几分，还有一颗是自己瞎蒙到的。所以你看，原来这颗才是。他反而不会抽，他会这个，对不对？他防守他是用这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超爱分的。他就是抽一点，像跑步。对，打那种球的。啊，然后，但是他冲会冲到一个不合理的方向，他会冲直线，他会分对角，但冲直线。他就是。有啊，你有打出来了。没关系好了，没关系啊。你刚有发哪一个吗？就是发呀。对，你留住。哎呦喂啊，小瑞会了。好，这个是你们的。
你们往前。